收音机呢？你有没得收音机呢？你看你的收音机，看听得到点消息不呢？没得收音机的。嗯，你现在你网上你看你收得到？我现在不晓得成都电视广播电台的是哪些台在报新闻，你看你能不能你收一下，可能要快一点。你看你在网上收得到不？听一下呢，有没得消息报道呢？它很有可能你要千万注意到，这个是这个才开始地震了，过后跟着还可能接着还有更多其他的地震，不晓得这个是小地震是其他地方传过来的吗？还是成都以震中心 为主的地震，而且是地陷啊地震吗？还是这个地壳运动引起地裂的地震，都很危险啊，这个是有点征兆都没得的嘛，千万注意到安全啊。今年子这个中国也是灾祸不断。啊，还是有收音机。哦，有收音机吗？收音机有，就不晓得它得不得爆出来。啊。电台收音机得不得收出来？先爆出来。手机现在你打这个成都都打不通哇。手机你现在打。成都市区原来都打不通。打这。互相打都不能打通，哎呀，这还是很麻烦。我说我打国内现在打不进来，怎么回事？打不进来，现在成都手机也打不通了。然后你说那个大楼也只准出不准进是吧？啊。大街上到处都是。刚刚开始的时候啊，那个人从楼上跳下来的。楼上跳下来？啊。从几楼跳下来啊？啊。从几楼跳？大概从几楼跳？啊，反正只看到那个手掌心叫划开了。哦，你现在不是在成都市区吧？你现在在温江是吧？没有在成都市中心，没有在。你在成都市郊是吧？在成都市。哦。哦，你现在你是在温江现在？啊？你是在温江还是在哪里？在温江，在成都市。哦，你在城市里面，哇，那不是很广？那现在那个路面的交通各方面的情况呢？交通还可不可以？汽车还有没有开？都还是长，就现在就是电话不能打了是吧？然后很多大楼不准进去了。嗯。好，有记者，都走。哦哟，好。哎呀，又地震了，可怕！希望这边人平安了。我现在声音还接着在录的，看一看不知道是什么情况。哎呀，真是怕死人了。我现在立刻把这个上传一点啊。喂。喂，啊，没人，哎，你同事关了，刚才好像有地震了。有地震啊，好，赶紧注意到安全。好，注意安全。Microsoft。哎呀，像现在大家，这个是成都现在也开始地震了，不光是 PX 项目，现在我还没有对 PX 项目担忧过。这个成都地震，我作为这个成都人，真的不知道是天灾人祸还是怎么样的，这太紧张了，真的，我现在在晚上，好，我马上先上传一些视频。